请我拍下手先啊，好高兴，恭喜香港警察啊，恭喜香港警察咧获得加拿大非沙研究所评选为2019年警察可信度全球第六名，比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洲仲要高，真金不怕红炉火啊！不论反对派同埋黑传媒如何抹黑、毁抹、毁谤、重伤、造谣、侮辱，但事实胜于雄辩，香港嘅警队系全球最优秀嘅警队，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另外咧，香港嘅2019年嘅人类自由指数系全球排名第三，比加拿大、英国、日本更高。美国咧连20名都未入，呢个系根据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民自由同埋法治制度等标准咧所得出嚟嘅排名。反对派同埋黑苗经常就话香港嘅自由啊同埋法治咧喺回归之后受到严重嘅破坏。事实咧就系香港嘅自由度同埋法制咧，比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包括英加美法等所谓民主自由国家都优胜好多。呢啲国家咧嘅自由度同法治都不及香港，反而对香港指指点点啊，说三道四，真系咧贻笑大方。香港警察好嘢，咁希望大家咧讲全啊，等大家咧一齐高兴下。香港警察系世界一流嘅警察，系冇得啊话唔系噶。人哋呢个唔系中国做嘅调查，系加拿大嘅研究院做嘅调查，所以可信度甚高啊！恭喜香港警察。